是大飞的鲁台长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给我孩子问一下，80年属猴的女孩，她的身体一直不算怎么样，好像在肠胃关节这一块，再一个就问她的婚姻怎么样。80年属什么呢？属猴的。我告诉你，她的婚姻很不圆满，听得懂吗？她的命根当中应该有2次婚姻的，明白吗？对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你不要难过，他的第一次婚姻一定会失败。如果他念经的话，我就可以让他婚姻不要失败，明白了吗？他需要念什么经呢？你赶快给他念姐姐咒。姐姐。你这个女儿脾气也大得不得了，明白吗？他工作还可以，就是身体。对了，身体主要是我告诉你是肠胃还有腰，明白了吗？还有他的脑子经常有点头痛，晚上睡眠不好，明白吗？好了。我需要给他念什么经？送小房子还是什么经啊？你呀。你给他念小房子吧，87章。87章。没什么大问题。你这个女儿叫她好好改脾气，因为她脾气很倔，她跟第一个老公两个人命很硬，都很硬。因为男的不卖账，你女儿也不卖账，两个人一定会犯错，你明白吗？看得出来的。谢谢台长。我再问一下，我问一下我家的佛堂，我供着西方三圣，地藏菩萨，对，观世音。你好像还供了一尊什么菩萨？我什么？你好像还有一尊什么菩萨供着呢？西方三圣。观世音菩萨。就是我对象是南方的一个铜的三面佛像。对对，一个三面佛像，对不对呀？这里是观世音菩萨、释迦牟尼佛，还有地藏王菩萨。刚刚把释迦牟尼佛、王母娘娘都没讲出来，台上都看得见你。你呢？现在呢？以后呢，菩萨不要供的太多，明白吗？要心诚，对一位菩萨就好了，明白吗？几位菩萨都没关系，但是你把所有的菩萨全部请到你家里来，你们家就变成庙了，你懂吗？现在我的佛堂需要是整理吗？家里比较暗，佛堂比较暗，因为你的佛堂不靠窗户，台长看到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没有什么大问题了，很好了。台长，我在头这一块经常这样默默的，好像头在不，好像脖子不在头上那个思维，默默的。头不在，思维不在头上，经常想不通，想不明白，脑子经常糊涂。实际上你是意识糊涂，意识糊涂一般都有灵性在身上。晚上睡不好，白天没精神，那就是你，对不对呀？我身上有灵性，明白吗？你家里都有灵性，你的厨房间有没有声音啊？对。台长，我需要做什么？需要把你厨房间的灵性念掉就好了。念什么？今天小房子还是念小房子？念小房子，好吧？念17章就可以了。念17章。谢谢台长。谢谢。